我觉得你比我这个当处长还红耶。啊，怎么说呢？你这个，我去大公车上班的，还有捷运站啊，我还有这个，上次跟那个侯友宜聊天，大家好，我是台北处长柯文哲。哇塞，就本人嘛。今天受到这个大热门的邀请哦，来这个速查这个疫情的这个哦，是不是啊？我是来速查这个疫情的啦，哦，是啊，他连忘记的点都很像，对，这有什么好忘记的？对，像不像？哇，好像哦，上面都像是谁？一起来欢迎柯市长来到我们现场。哦，今天来这个速查这个疫情的，是啊，哦，啊，来跟大家宣导哦，不，尽量留在家里，没事不要出门哦，出门要戴口罩哦，不要。不要在外面出东西哈，就是，我姓干，好姓干，是，然后我叫真假，哦，大家可以叫我阿干，阿干，阿干，或者真假都可以。宪哥是这样，我觉得你比我这个当处长还红耶。啊，怎么说呢？你这个，我去大公车上班的，还有捷运站啊，我还有这个，上次跟那个侯友宜聊天哈。整个都是你的东森新闻那个购物的那个哦，你是吧？小店长哦，是哦，我都没有钱买那么多广告，哦，好像真的好像，哎，节俭的部分更像柯市长那个，那个都很像哎。啊，所以我想还有一些容易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宪哥啊，你这个。他的对话，我们不自觉哦，就进入到柯市长那种节奏啊。就是我第一次听到他是在年初很红的 Clubhouse 上面哦，他换一个柯文哲的头像，那个时候我真的以为搞不好是本人来做行销操作就来了哦。哎，结果不是，哎，结果不是，因为他在讲说要把大巨蛋改成大妓院啊，哦，一听就知道不是了。这不好说，怎么说怎么说改大巨蛋啊？大妓院哦，不是吧？你知道台北大巨蛋现在很难够嘛？那不如改成台北大妓院，对吧？在里面要做什么事情都可以，全部都合法，政府合法抽水无怕。你这是干话哦！小姐的靠山是政府哦，技术学院厉害哦！来，直接听这首歌好不好？好，金星我出钱来了，欢迎科比。学他的手，交乎你的心，你藏在倒位？风雨中的感情，你敢也会记？无奈秋风遮尔冷。阵阵吹点心情，心意的笑容是你最后的表情。你爱彼个人，伫咧等你。伊敢有亲像我，遐尼啊爱你？过去情景像电影，轻轻浮在眼前，每时无拢好啊，有讲袂出来的心痛。不愿相信我的真心，最后换来的一张纸。不愿相信你的爱情。你呀，你是讲真话。愿相信我的真心，最后换来一张纸情。敢讲天注定爱你一生，真心换纸情，换纸情。哎呦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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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告诉你哦，你们如果以为这样的干真假，他是混假的哦。市长真正是请他吃过饭的哦，有照片嘞，哇，这个是真的啊，真假的啊，对，统神啊，统神要我们两个去出饭的哦，出饭动作问个冒昧，你今年贵庚啊？小弟20岁，你20是，你才
什麼我就知道有没有太操劳哎，你才二十，对，喂，对对，老盖坑啊，老盖坑，老盖坑，真的是放才二十岁，结果做中的科市长也60岁了吧？哦，你老得很啊！你是什么样的状态底下发觉说自己有这种跟科市长很像的这种？国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在媒体串红，那串红了之后啊，那個、每天去学校跟同学讨论都是新闻嘛，哦，时事嘛，就聊到这个。科批昨天哦说了什么？哦，不是，我想是这样，再讲一些他的话，然后同学就会哇，你好像哦，好像一点一滴慢慢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别的同学就来，哦，又来又来，然后一天慢慢修正，对对对，不错，就像问政一样，你就跟他们聊天，对，也没有修正啊，就是就是每一个都来，就好玩，好玩，对对对对，打雪球的就变成自己的称霸，久了就变成这样子，金价美败，干真假，3票通过，谢谢。